就自己摸索的就开始了这些，也没人跟着学。但是我那朋友他爸爸在美国，给我买那个机器啊、颜色啊什么的。当时就是一个月也没有客人，大部分时间你都是在画画。一个月以后，有一个船员，他就带了一个图案回来，就是像图腾似的那种部落式的，10公分吧，圆儿。我给纹3个小时，跟客人收了80块钱。从2000年开始做，在2002年的时候，我就想我自己要感受一下吧，然后就让同行在这个后背给纹了一个纹身。但是为什么选择在后背？我就想，别人也看不到，自己爸妈也看不到，他们也不允许我做这个行业。当时可能大部分的人都喜欢是纹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应该认知上就觉得完全改变了。这纹身呢，它是一直都存在，就民间也好，或者是说像以前的那些监狱啊，这些地方都是衍生出这些文化的地方。中国就是社会的这个进步就非常快嘛，就接触西方文化呀、媒体啊、影视啊，再加上球员什么，很多这些人他每天你都能看到。那时候只要是你能把这个颜色能刺到皮肤里边，大家看的一看是个花，一看是个龙，是个鱼，那就觉得老好了。最早的时候我们去找一些，假如说就这个颜料，那个时候在国内只有很少的一些人在供应这些东西，还有包括针啊、机器啊，这些最早用的这些耗材就很少，但是现在已经很成熟了，就是可以进口。我反正是受这个台湾跟日本的影响比较大，然后那时候就是做日式的老传统，老传统就可能比较社会范儿比较浓一些，就一看就是社团性质的一些大的纹身。新传统的概念就让大家感觉像画一样，所以说我认为在这种纹身比较能被大众接受，所以说就慢慢的就改变了自己的风格，往新传统做。现在就又做这个中式的这种中国画的这种风格，水墨呀，或者一些水彩画啊，这样的东西，让大家可能一看呢，感觉比较清新，比较就是画的感觉，不会是一种美，而不是害怕。你像最早我们接触纹身的时候，是像保罗就给我纹手的这个纹身师是很有名的，在纽约的一个纹身师。我刚接触纹身的时候，国内好多纹身师都是受这个人影响，都做这种风格，都做这些素材的东西，就是主要还是做欧美纹身，因为他们更有趣儿。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吸引我的，就是你不会很枯燥。假如说你做老的传统的纹身，他的素材只有那么多，你也纹这个，我给这个人也纹这个，我给这个人也纹这个，就你每天都在重复着做着同样的事情，我觉得可能就是和年轻人的那种心态可能不一样，但是不证明我以后不做，我可能有一天年纪大了或者什么样的，我也觉得那样的纹身可能更适合自己，然后我也去做，这也是很正常的。我觉得现在还是一个学习阶段嘛。中国的这种纹身师和外国的纹身师还有不同，中国的纹身师可能更多的东西会喜欢去做一些临场的一些设计会多一些。我觉得在因为参加国外的展会的时候，外国人也特别喜欢这种就这样，就是说他说然后你给他画，所以他觉得这样的就是可能会在他们的意识里，这种的艺术性会更高一些。我们中国是受他们影响的，是受西方影响的。我们和西方不一样，
因为我们去国外的时候发现什么样的，就国外有好多那种纹身师，他是把图案都画好，就这样一个一个小图，去找他的人呢会从这个小图案里面找一个跟自己觉得哎我觉得这个有趣，慢慢的去把这个身体去一点一点充实吧。就像中国这边，中国的客人就是来了以后就40%差不多这样的来了就会说啊，我要看图，我要看看你们这儿这个作品照片，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图给我选，我自己不知道刺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就特别为难，就是这种客人，就是要选图的客人。因为我们这个店就是的这种理念还是要以定制为主要，就是给客人唯一的这种刺青，属于他自己的事情。就是纹身是两个人的事，并不是纹身师单方面的事，并不是我自己，就是我想给你纹什么纹什么，就是我跟客人共同去完成，达成一个一致。我觉得这个棒，他也觉得这个好，这样我们才能把这个东西完整下来。纹身其实是很包容的，它你可以通过一个图案去了解到它背后的文化，它受什么文化影响，或者什么样的喜欢什么样文化的人去纹这种纹身，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